给你的后背包，很可爱。这个帽子我很喜欢的。是谁给我取这个谐音梗呢？糯米团，底色会是亮的。没问题，太棒了。嗨，大家，今天是安安在 Vegas 倒数第二天，刚刚在整理。你超棒，我超棒的。我要来喝 Fiber 了。我原本想要给他喝那个焙茶口味，但是我想喝草莓的，他想喝莓果加燕麦。然后我跟他一样都是喜欢搅碎的喝，没有渣渣的感觉，直接发果汁机一样，就可以。你是说，我是说，更。蛋白味吗？没有。真吗？嗯，比抹茶没蛋白味。对，这就是淡淡的莓果味，喜欢。赞，因为他之前喝抹茶觉得有一点蛋白味，他对蛋白味很敏感。真好喝哎，嗯，我喜欢。嗯，喝咖啡，喝咖啡。好，如果想知道我们接下来拍的片怎么样呢？敬请期待我们的 Coffee Break。谢谢大家，拜拜。大家好，我们刚刚拍完了 Coffee Break， 然后我们还直播，有人跟到吗？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来吃麻辣烫，耶、yeah. ！我跟你说，不是我故意要这样讲话，是它真的叫做麻辣烫。你们看，它真的叫做麻辣烫，烫烫。我刚刚想说这个背影我认得哎，他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房东，好巧啊，对对对。我喝柠檬红茶，安安喝。哦，你喝，它有青提乌龙茶。OK。爱乌龙茶。我的麻辣烫。吃完麻辣烫，现在要来逛 Holista。对，我们不是要逛街，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消化。但是呢，我们是因为最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好像最近 Holista 很好逛，所以他今天开到十点，赞！你们看看这个 T 恤，好可爱，买起来。有没有考肚子？好。哦，像是缩小。好。哇。8:09，6块钱，6块钱，好可爱，好可爱。
放北面出来。它是1996年亚特兰大，超可爱的。它是我这个奥运的牌子的。我完了，我完了，真的完了。来，挂上来，挂上来。你们看这个 Scooby Doo， Tom and Jerry。你们看看这个海绵宝宝，然后它的背面。你的脑袋有点问题。今天是被上天眷顾的天气，你看这个风超凉，现在应该20几度，我觉得。对啊，有没有20几吧？应该好像24还26。完美天气，逛街的完美天气。29。哦，29度，舒服。等一下有风，很舒服。大家，今天是安安的 Vegas 之旅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去跟 Danny 会合吃早午餐。我们今天身上穿的是我们昨天一起在 Hollister 买的6块钱背心，给大家看我的裙裙。难得看我穿这种裙裙吧？这个裙裙是 Naked 韩国那个 Naked 的，他们寄给我的，质感我觉得蛮好的。刚刚就有跟安安说，我发现韩货就是会尽量不把你身体的曲线展现出来，会让你走一个就是有显瘦到就好的风格，所以我平常好像比较不习惯穿韩风，但这一件我蛮喜欢的。吃早午餐喽！Hello. Good morning. Alright, guys, welcome to my breakfast channel. I'm here to rate burritos around the city. And first stop is a little piece of heaven.Little paradise called Little Avalon. 吃麻辣烫吃到大水肿，我回家还想吃。我也是，我现在好好再吃一次那个麻辣烫哦。把昨天剩下的吃完。Yeah. Yes, it is. Hello. Snap. Hey, it's your boy DJ Downtown Tom Brown from Houston, Texas. You did. We did. That was good. Come on. Called Osborne Best Buy. Best Buy. Is he still around?You got one out here? Oh, a lot. Don't know what's in it now. They thought they seen the light. When you're closing in, you know you're done. Thought you knew.你们看，这个是安安买给我的隔热的垫子，因为他受不了我们这边实在太晒了。大家好，现在时间是下午快要6点，然后安安等一下就要去机场了。然后他发现这附近有一间开24小时的日式面包店，超扯！我完全不知道这家店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刚停好车，要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厉害的面包。该不会就这样被你发现了一个宝藏面包店吧？哇！哎，你看红豆面包，我要疯！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on that big oak tree. It's how you want it to be. 我买的。Bring me things from the store.
我们买了一个这个马吉，要一起吃。先打开了，是因为刚好前阵子要丢垃圾，所以 Danny 就帮我把箱子什么的都拆开了。但是一样还是要跟大家开箱一下。首先，直接这个袋子就是 Karen 乔乔她出的睫毛膏，超级无敌烧。从它上市我就一直好想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台湾网站我一直都刷不过。我本来已经要下单一次买六支，因为那个才能就是国际免运。前阵子跟 Amanda 打电话，她说现在有两支就免运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要买，请他帮我刷，然后再把钱转给他。就是这个睫毛膏，我跟你说，就是我看 Karen 他擦的时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好用。但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他很漂亮，然后他眼睛很大，这是一个 Black Pink 风，黑色配粉红色，很可爱，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包装。然后我看一下他这个刷头，很适合亚洲人的这种，期待试用它。再来，我前阵子在 Bobbi Brown 做活动的时候，我下单了。我最主要想要买的是那个维他命 C 的妆前，就是它的橘子面霜。这个我之前在我的那个其中一集那么会挑，就是有分享，用这个在妆前打底的话，你的底妆会变得非常服帖。因为它满额不是有送一个东西吗？我的赠品呢？我记得它有挑，让我挑好几个赠品，该不会被丢掉了吧？气死我！因为我记得它是满额送一个这个，所以最后折完大概就是半价。这个组合呢，它里面有一个一样是50ml 的橘子面霜，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同系列的眼霜。所以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用过，所以我也蛮期待，就是在妆前的时候用这个搭配，看看眼下是不是还能更上一层楼。是绵密的，因为我这边真的好干，我妆前用一些在台湾用了不会干的乳霜，上妆之后脸都爆干。我最近真的是肤况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妆前打底又变得更重要。我来先开最下面这个，我很期待的就是 Nether Porter 的包裹。首先是我最常在 Nether Porter 上面逛的品牌，就是 Ganny。 我身上这个就是这个品牌，重点就是 Nether Porter 送货无敌快，所以非常推荐，而且它国际运送什么都超级无敌方便。你们看Ganny 的后背包，为什么最近会需要一个后背包？就是因为九月的时候，我跟 Cindy 要来一场疯狂的旅行，我们要从这边一路先开车到 LA， 然后再从 LA 搭火车一路北上，接近 Oregon 跟西雅图那个地方，就会再去租车，然后一路开到 Cindy 她要接下来搬过去的地方，就是西雅图的那个华盛顿大学那附近。总之是一个疯狂的旅程，从南到北，到时候会记录我们的整个旅程。总之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后背包，我一直都没有一个，我现在好像真的没有后背包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旅行一定要拥有一个后背包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大小也算蛮适中，不会说背了一个很大看起来不好搭，它是这种有点尼龙的布。下面一位是 Jermus 的酒红色帽子，这种酒红色戴起来就会非常衬肤色。我本来其实是想要挑最新 Jermus 跟 Nike 联名的那一系列，但是所有我喜欢的刚好尺寸都，就是我的尺寸都没了，所以如果你们对那系列有兴趣，然后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好买嘛，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那个系列的话，我记得我在逛那个 Nether Porter 的时候，他们上面也有非常多款，很好看。这系列的 Nike 那些的超级无敌烧。再大家一个小撇步，就是收到鸭舌帽的时候，记得自己这样把那个帽檐
弄得更这样圆一点，因为刚刚它是很平的吧，很平的就比较没有办法修饰脸型。但是你看，这样子，我喜欢。然后你看它这边有一点点这样做旧的感觉。这整趟旅行的大宗就是放松，我们就是要一路上去，然后边什么去海边啊，去大自然等等，就不是那种太奇花的行程，都是那种去躺着的行程。然后你看，就如果我今天要遮阳去海边，然后有个这个绳子就很方便，很可爱。这个帽子我很喜欢的，而且我今天这样搭就很可爱，后面也是可以调节的，很好看。这顶帽子推推，我觉得 Jermuse 跟 Ganny 比较算是你在正式进入非常非常精品之前，这个就是稍微在中间一点。如果你们平常不习惯买精品，然后想要入手一些再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的话，我蛮推荐 Jermuse 跟Ganny 这两个品牌。再来是我挑了超多 Skims， 我就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他们家已经不知道红了多久的这种长洋装，铁灰色的，我之后一定会穿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是米色的，然后这件一样就是一路到小腿那边的长度的洋装。再来还有一个黑色的素 T， 然后我买的是这种 body suits， 就是它穿起来会更合身一点。还有另外一件是我觉得蛮辣的，它是一个连身裤，然后它上面是这样小蕾丝。最后是他们家这件在小红书被推的非常的夸张，所以我就被烧到了，脑波很弱。它这个是一个方领的，然后一样是 body suit， 它后面是一个大露背，然后穿起来就是感觉很素，可是会非常非常的辣。好，以上就是 Nether Porter 的台箱，然后他们现在有全馆85%的优惠，就是亚太区的商品有85%的优惠。如果你们有任何喜欢，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几个牌子，你们都可以直接趁现在去下单，因为它现在有85%的优惠，我觉得非常划算，而且有些东西甚至还有特价，所以非常推荐。然后我刚刚不是有说他们家的送货速度超级快吗？就是他现在有满$500免运费，然后他大概2到5天就会到了，所以非常的快，适合没有耐心的大家们。再来开一个，这个是 Fresh Oto 寄来的包裹。哇塞，哇！请问各位有 Hello Kitty 粉吗？他们这次是跟三丽鸥联名，他这个夹链袋里面装的是，这个是上妆的海绵耶，超级可爱。我以前其实对 Hello Kitty 蛮无感的，然后是到最近，因为安安也很喜欢 Hello Kitty， 我就渐渐的有被感染到，就是以前完全是不会觉得可爱，但现在是可以欣赏 Hello Kitty 的可爱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库洛米的化妆包，然后这个是一个，它是刷具吗？对，它里面就是这样，上面有写 Hello Kitty， 很可爱耶。多用盘蜜粉笔，哇，有布丁狗，库洛米的眼线液，然后这个是什么？好朋友，它真的打好朋友哦，好朋友，它应该是，我猜是唇油吧？对，唇油，真的很可爱，我可以在这边跟那个 Fresh Oto 许愿吗？可不可以跟那个海绵宝宝跟派大星联名？我会发疯，我可能会发一整支影片，就是在那边尖叫。哦，这个包装你们看，这个是 Ohio 哎，是谁给我取这个谐音梗啊？谁准你取那个谐音梗？我觉得很好笑，很天才。Hello， 你毁了它，抱歉。很灾难的一个开箱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Ohio， 很可爱呢。这系列也有出感应换色润唇棒，就是我最喜欢他们家的一个产品之一。护唇，库洛米护唇，素颜就是需要这个东西。好 ，Fresh Oto 开箱完毕。我跟你说，他们这整个系列最经典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 Ohio 跟好朋友。下面最后一个包裹是一个日常补货，好好声音补货时间，然后好像还有他们的新品好孝顺。大家今天为什么都要玩谐音梗？好完美。一个是里面有嘎巴的，是晚上吃睡觉睡前吃的，然后这个是就是酵素，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畅之类的吧。然后再来是日常补货，我最喜欢的燕窝酸益生菌。我跟你说，虽然我是易长痘体质，
但是呢，我平常有在吃这个保养的话，我至少气色会是亮的，就不会整个脸很灰灰土土的。就是我觉得底层亮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我吃这个燕窝酸益生菌下来非常有感。我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我有时候还是会忘记，但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会吃。早上起床吃个一包，如果想要加强的话，可以吃两包。新品原来不止这两个，我跟你说，大家现在都要玩选一个新品，除了好完美跟好孝顺，还有好素汐。台湾人没有办法放过谐音梗。好，这个应该不是谐音梗吧？这好萌感，哇，他们出很多新品哎，这个我都是还没吃过的。然后另外就是旅行的时候可以带的这种旅行装，太空人维他命500亿益生菌，还有飞航模式。之前已经开过两团了，然后接下来9月也有补货团，所以如果你们吃完了，或是你们之前没有买过，想要试试看好好生意的话，你们可以关注我的 IG。哇，现在7:25，我7:30要开会了，时间抓得太精准了。好，现在手账倒数几天？大概是2个礼拜。哇塞，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准时？我可以公告日期了吗？应该是可以，因为目前准备的都差不多了，都在进行中。哎，我们目前真的是都有在进度上，对吧？有有有。好，没有回头路哦。这支片9月4日上，我公告日期之后，我们那个上架日期不能再改哦。好，今年要准时上线，超准时的，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就是时间到了，直接踏上去的。好，就大家会一次听到全部。好的，各位，你们刚好听到吗？我开完会了。总之呢 ，Orlo 今年度，也就是2025年的手账准备要发售了。然后发售的日期就是9月11日，也就是这支片上架后的1个礼拜，我们就要正式的早鸟开卖。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手账，一个是手账，另外一个是 Bullet Journal， 里面就都是点点的。然后我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这一年来用了蛮多的，我之后一样会拍一起写的影片，所以在那之前，大家记得就是要下单，才不会等到年底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忘记。然后早鸟的价格都是最优惠的，所以你们一定要锁定。手账算是我们一年里面最大最大的明星产品，下单的数量也会非常多。然后如果你越早下单，你到时候就可以越早拿到。我非常期待跟你们公告，就是2025年的手账主题。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无敌喜欢，对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现在还不能讲，大家记得追踪 Orlo 的账号，或是 follow 我，我也会跟大家更新。OK， 就这样。哦对，然后今年还有手账企划，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品，你们可以期待一下。